Thank you.
Autobahn. Thank you.
道理。我叫他来前面，他就不听话。但是最后中流的人抓你了。好，我那边要等他。
前了。Thank you.
差不多啊，170克。哦。啊，这种很细的，像这种单支的就很容易断。哦。还有另外几台的原厂的就不会。嗯。可是这个不能属于原厂的。好啊。这是一体成型的、哦。对啊。哇塞 ，sorry 嘛。啊？要放行计时啊。是要等人吗？还是？没有啊。人家放行计时啊。有点响哎、欸。那我看我一下，我看我是门关紧不？对啊，对啊，不是门关紧是十月底跟十二月初，那美美飞是十二月底。那如果说去年两个，是门关跟九月没好到，对啊，一样。对了，因为美美飞飞很少，都要好起来。对啊，他比较。比较慢的是不是要先走啊？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不先走。先走，先走。你快点，慢一点啊！我问老师，你踩60跟你踩120，都是那个吗？抓得到吗？不知道是抓到我的。华爷，先上，快点！华爷。赶紧的哦，快啦！骑车，
黄也没来啦。哦，龙哥是快到了吗？哦，看，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很早就掉了。对，我走一下。
跑去莲花亭，再折回来。赶着时间走，没关系，白姐。你说你要点什么？饮料还有茶饮，对，这样。啊，就吐司饮料。还、啊、饮料什么饮料？绿茶、红茶、冬瓜茶。冬瓜茶。冬瓜茶，谢谢。
谢谢，等我一下。谢谢，太好了。勇哥要先走，勇哥干嘛先走？光熙干我个熊班，我十点半还有病人，我还要冲到山下开车回去。好啊，嗯，没办法了。嗯，改天再聊。好啊，嗯，谢谢。我等花野，他说要跟我一起滑。我没擦。哎，我跟你照一张，我朋友跟你合照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应该 OK 啦。等一下再拍张这个方向的，台北比较不会那么暗。这样比较亮。好，来，一二，开杠啊，好，谢谢。iPhone 16坚持。没有，是13啦。可以拿个吸管，不好意思。那应该拿个吸管。吸管吗？绿茶、红茶。谢谢，开边。我淋好了。死掉了！死掉了！蛮陡的。不行啊！你要什么？吐司加？我可以喝的就好了吗？红茶、红茶、绿茶、冬瓜茶。冬瓜茶好了。大哥，经典表情。完了，国外，你今天状态不错啊！完了，滑走。哎，我直接滑喽。你要滑了吗？我要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停下就好了。好，我吃不吃？没关系，那我打的。好，谢谢你，我打到。干嘛？小黑不是你的，谢谢你可以喂他。不是的，他不可以吃这个了，这个调味的。好，我走了。前山路不好。好。来吧。这是测试的时候了，怕掉就背后面了。啊？好，背后面了，比较安全，看安全。背后面会不会重？不会啊。
曲柄都背过了。曲柄有这个重吗？没有。那要背中间呢。